中银人寿香港超级联赛星期五夜晚继续有好戏上演，有冠中南区在旺角大球场激战东方龙狮。东方龙狮上场只能够打和如愿，今场强阵出击，当然想找南区出气。他们六分钟已经入波了，艾华顿右路开出角球，艾华到门前力压南区门将谢德谦顶入，东方龙狮早早领先1-0。东方龙狮之后得势不饶人，16分钟林恩许开出角球，再次找到艾华道，不过今次射门就被人挡出底线。21分钟冠中南区再度失守，卢卡斯回后林恩许中路劲射破网，连续两场有波入，东方龙狮领先两球。24分钟东方龙狮差点再入波，迪高禁区传给卢卡斯，不过角度太窄起不到脚，最后艾华顿一射高出。34分钟冠中南区终于有攻门了，陈海柏左路斩入禁区，东方球员顶出不远，柏到禁区顶一射高出。42分钟东方又有入波机会了，黄子豪禁区内起脚散中人之后，谢德谦挡出不远，林恩许补射，但是不中目标。44分钟东方终于把握到机会，卢卡斯接应艾华顿传送，禁区内射波谢德谦十指关，帮球队完半场前遥遥领先冠中南区三球。下半场东方未有放慢进攻节奏，52分钟艾华顿交出长传，新祖拎到波之后冷静扭过门将，再射入空门，东方领先4-0。南区之后拎返多啲攻势，65分钟助壮木舟左路推入大位射门，紧紧高出。73分钟南区右路开角球，许宏峰禁区内顶到，叶鸿辉八界前紧紧救出，陈广豪之后射门亦都被接实。80分钟轮到东方龙狮打反击，新祖左路推进再还传给艾华顿，不过呢位巴西前锋竟然把握不到。85分钟东方继续进攻，王威禁区内推横再传给后上的梁冠聪，可惜大佬射门高出。比赛尾段东方龙狮仲有波入，88分钟艾华顿同新祖一个靓撞墙，成功撕破南区防线，之后艾华顿再射远处得手，东方赢到5-0。东方龙狮最终以五球大炒冠中南区，升上联赛榜榜首。至于冠中南区复赛后未赢过，经历3连败。